be a weekend lover.那天麦基就跟我说，他送了我一个这个，我真的，这真的太可爱了！写我的名字，哎，天啊！天啊，太可爱了！然后这边写美容第一，繁荣昌盛。他说呢，就是。日本人买不倒翁，就是你在许愿的时候，好像是先点一边眼睛，那愿望达成之后，右边眼睛也要点上去。然后有些人会直接拿去神社把它处理掉，那有些人就是会放在家里当摆设。那这个就是摆设用，真的太可爱啦！我要把它拿去我的工作室，在后面有贴。它真的是就是日本定制，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私讯麦基，它这个是有在贩售。天哪，谢谢麦基。老公，你看，很可爱哦！哎，这紫色，木头。我不确定哎，这不知道是不是木头，但就很厉害。然后这底边还有一个标。Oh my god！ 我好喜欢，这颜色我好喜欢哦，这颜色我好喜欢，这颜色我好喜欢哦。终于收到这个 Alice 跟 Mobile 和联名的标哥的。T 恤，这是一个小礼盒，感觉是。我那时候订的都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三月初，去年十二月吗？还是十一月？我有点忘了。反正我记得非常非常久，是过年前吧。然后我买了这个裤子，这边有标哥的图案，然后跟这件上衣。本人看起来这件上衣是蛮可怕的，有一种鬼片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很好笑。这个是标哥，这是 Alice， 然后他的。我觉得它的材质很舒服，但是偏比较厚的。如果你是住在台南那种，你可能会受不了。还有一件这个短版的，很可爱，彪哥的上衣。这几件我在，不是 Mobile， 是 Mirror Q。I'm sorry， 这几天我再好好的穿他们一下，因为最近又有点变热，又有点变冷。像我刚刚是穿我们联名 T 出去，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还有点凉。这个盒子呢，虽然很可爱，但我应该是会丢掉，不然。有点占空间。还有钱包。里面有吗？没有。那你会的。OK。咖啡。口罩。I wanna be a weekend lover. Yeah, I'ma be the best damn lover you got. I wanna mess up your covers. I don't wanna meet your mother. Never ever ask me how I've been. 好啦，没有正式的盒子，但就是第一个熊弟弟，我很喜欢，好可爱哦。Baby, I don't want to lead you on. Now look.
you can do. Make a move. The way my hands feel on your body. We were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every move I make, you're falling.他想吃这个吐司。这个今天是用 Adaria 日本的金亲手做玻璃，超级无敌可爱，真的超级无敌可爱。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厂商寄过，我还跟厂商说不要寄太多给我，我家真的很小。可是他寄来以后，我就想说天啊，我要融化，我真的很容易被杯碗瓢盆融化。而且我以前都不懂为什么买东西吃回家我姐要把它装在另外一个盘子上，我现在超懂。老公，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鸡肉比较嫩？今天的比较没有纤维感，就是比较不会用咬，但是今天有泡盐水。对，我老公就爱红椒粉的调味，因为有盐。刚刚来找伊恩补我的发根，因为下礼拜拍睫毛膏会很近，是我人生第一次距离这么近就来补我的发根。我以前根本不是不在乎这种什么发根不发根，可最近白头发长太多，也顺便请他帮我补一下。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青浦可以来找伊恩，我再把他的资讯放在下面。好喘。今天这件衣服超可爱，是 Lachette 的 ，Very cute。今天天气不晴朗，处处好风光，好风光。我收到我的 Line Bank 的卡，超可爱的。我之前呢就是办了富邦 J Points， 然后才发现 Line Points 有多好用。因为我都一直觉得 Line Points 到底要干嘛，就我最近就是很常用 Line Pay 付款的时候，像我昨天去买菜是200多块，然后我就去用 Line Pay 付，然后一付它就直接是变0块，因为它就直接把我的点数扣光，我就觉得超方便的。然后这个是我的实体卡，但我还没去开卡，我现在吃85%的巧克力，有点嘴馋，就是吃一片这个这样。然后我等一下再弄一下就是制作物，我就要去运动。刚刚试穿了几套 Wear to E 这一次跟梨形联名的衣服。 Wear to E 第一次的梨形联名真的太好看，这真的瘦到爆欸，我拿 L 就可以，因为这件 XL 的腰太大了，但是真的超瘦的欸，瘦到爆炸，超修饰。各位观众真的是吓到，这件裤子也太美了吧，要不是我腰受伤，我真的是会去直播找他们玩欸。这是什么漂亮的裤子，都超好看的。这个裤子呢，他们特别，我觉得是特别的啊，因为这个口袋在前面，所以我觉得是为了梨形的臀型，他们帮你修饰。然后这个小罩衫我很喜欢，就是因为我本来也很喜欢穿短版的衣服配高腰裤，可以拉高你的身形这样。像我刚才有试穿两套，真的 amazing， 我再放照片给大家看。梨形联名，然后他们联名的主角是悠悠哦，悠悠。带了 iPad 跟一壶水，等下这个袋子我要去买青菜，今天晚上要煮意大利面。我要去运动了，穿着刚刚新的罩衫跟棉裤，觉得很方便。噔噔，它这个罩衫好像是让你就是可以掉下去这样穿的。Love this big pack.Big bag. That's much as I feel. 今天要煮海鲜意大利面，然后我去买了老公自己很爱的青酱，因为我今天懒得自己做青酱，做青酱太累。酱油蟹因为生吃还有剩，所以我要把它挤出来，然后来弄
炼虾汤，然后今天的主食是这个花椰菜。意大利面我有称过，好吃吗？干贝超好吃。今天早上跟伊娃，就是下礼拜要拍照的摄影师，没错，我这次找伊娃帮我拍。那因为我们约超早，我们约早上10点要吃一个 brunch， 然后因为10点就是会，我今天是7:50起床，然后准备，反正因为8-9点五羊是非常塞的，有在开高速公路的人就知道，就是圆山啊、五股、新庄那边的匝道都会很塞。然后我又要找停车位，所以我提早到了。现在才9:30，我已经到了，所以我就刚好有时间可以画睫毛。因为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是只有画眉毛跟底妆，睫毛没有画。口红呢？今天是用，今天应该会有人问。我最近非常非常爱这个 Tiffany 的这个赤豆粉，跟 Fresh All Too 联名的。你看我忙到我指甲都掉，真的没有空弄。但我下礼拜一呢会去找 Abby， 就是我好朋友做光疗，因为我自己做指甲拍照，就是近拍会没有那么好看，就是还是会没有这么精致啦。就是如果要给专业摄影师拍照的话。好，我等一下就差不多就要下车。我来到了一个停车场，它是很酷哦，它没有闸门，然后它说停妥之后就启动车牌辨识，但是是谁在辨识我？摄影机吗 ？I don't get it。我跟你说，每一个进来的驾驶都疑惑到不行，每个人都一直去看牌子，然后一直想说，哎、啊，要怎么付钱啊？怎么样？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这个状态，好不好？好 ，OK， 我走了。因为我刚刚认识，我大概已经摔坏3台了吧。哎、欸，这个非常美耶，很好吃哦，而且也很好吃。好好吃哦！我喜欢它刷下睫毛的感觉。到家后休息了一下，现在要来运动。今天想说来踩脚踏车。最近都在跑步，今天想要换一个有氧，换成脚踏车。其实还有飞轮，过不去。其实还有飞轮，但是我真的痛恨飞轮，我觉得踩飞轮好痛，所以我来踩脚踏车。睫毛还在呀。我刚流汗流到这个都湿掉。嗯，今天是用零分感，很棒。我真的要被可爱死！小老头在睡觉吗？哦，那抱歉。Where I keep my pots and pans. Then here's my stove. I only really use, and there's an oven that I've yet to use. So here I keep my oils, salt and pepper on the top.我要出门了，今天呢是礼拜天，很难得我要出门，然后我老公要去诚品看书，我要去跟 Alice 还有 Stanley 还有 Momoko 唱歌，还有 Mina 唱歌，这样
我们已经约了非常非常久，然后我每次都说不行，然后那天默默口就说不然现在给我一个日期，给他叫我给他五个时间然后他来约，然后后来我们就很紧急的约到今天这样。因为下礼拜开始我就要弄拍照的事情，就会又没有办法这么快速的出门这样。好，我现在要穿鞋子，这双好就是最好搭，还是我要穿 Converse 啊？你们觉得要穿 Converse 吗？还是穿这个？今天长这样。今天我们拿出来了。我最近很习惯用这个手机套，超方便。变超冷，拉出我的格纹外套，然后刚刚去请 Abby 帮我做裸色的光疗，超美的。这个我自己做真的没有办法拍照，所以麻烦他帮我做。四十分钟，等一下，我要洗手。我最近买的这个我觉得很方便，跟麦吉买的。它就是呢，日本的那种香皂片，不用用挤的，沾一点水，它就是肥皂。大家勤洗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勤洗手之后啊，戴口罩，其实真的比较少感冒。准备出发，等。We go to
the jersey. Your eyes sing, I'll be worried. You said he was nothing, but I know you get buried. The sorrow of us, the sorrow of us. How did we end up here? We used to laugh so hard. When did we stop loving, babe?资生堂广告，自己拿的再给你一点。哇，很可爱耶！哦，很美很美，哦，很漂亮哎。对啊，它那个妆很适合比较小哎。很好看，嗯，很好看，很好看。吃饭吃饭，好，给你吃这个，好好吃哦。Okay.嗨大家，哎，我看一下灯，因为好暗。我刚刚呢用了那个 Kate 的Real Cover Liquid Semi Matte Zero Base 系列，其实我以前就蛮喜欢 Zero Base 系列，然后这次是灰色瓶盖，它呢遮瑕度蛮好的，然后不是太干，也不是太湿，它不是那种流动状的液体。水润感没有到很明确，可是我觉得它的遮瑕跟它吃妆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干肌应该也不用怕，虽然它是偏快干的那种，可是它没有到无极限那种这么快干。以开架式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控油款。然后蜜粉的话呢，虽然我最近很爱无极限那个，可是开架式大家可以试试看。开架式我是用这个，也是他们寄给我的，很感谢他们。我觉得它修饰毛孔力还蛮厉害的。然后我今天蜜粉也是稍微用它的画了一下。口红呢，今天是用我买的 Alice 老师的三号色，它是这种比较橘色，橘色。然后等一下干嘛？你干嘛？就是今天忙了整天，等一下要去煮饭，就这样。然后今天的睫毛也是用我自己的，是 O Beauty 的，什么时候开卖不知道，就是大家再等我一下，拜托。然后现在6点，我准备要去煮饭了。刚刚才摄影师传给我好漂亮的照片。好，就这样，拜拜。里面有金针菇、葱、洋葱、豆芽菜，这个玉子烧看起来超好吃的，它里面有洋葱，还有金针菇。
然后炒莴苣，好吃吗？嗯，我要来卸妆了。现在米翠在母亲节档期第一天，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因为我们这次折扣超级无敌的好。然后输入 OPIH235， 还有叠加的折扣，而且满额赠也超棒。卸完我就会用洗颜霜，它洗完脸真的超级无敌的亮，而且泡沫很细致。眼睛或唇要另外卸了。我用完一罐那个米翠冻膜，然后我现在在用的是凤梨角质这个呢，是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凤梨调理露，所以就想说来用用看。然后我觉得它消掉脸上那种瑕疵，凸起来就是感觉摸起来很平顺的地方是还有蛮明确的感觉的。然后现在他们母亲节活动两入冻膜可以任选，所以我超推，折扣码还可以叠加，大家可以试试看。